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保利剧院，能够在这个时刻到剧场看我们《弗兰肯斯坦》，非常荣幸，非常感谢。下面先有请我们的英皇导演，我的搭档多姆尼克先生，给大家讲讲。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here in Beijing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首演，然后这对我来说也是过去的几个月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北京。I've been unbelievably lucky to work with a fantastic Iran and an incredible creative team of designer and composer and everybody has been great. This unbelievably good company of actors who are all actor heroes in their own way, and everybody here at the Poly and the incredible producing team under Joe.我们的灯光导演李任，还有我们的整个的演员团队，包括我们的制作人李晴洲，我们整个团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Not once for the last 6 weeks did I ever think this evening would happen.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晚上真的会成真。But it did. 但确实成真了。I love this country and I love this city very much, and I think it's a great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one here, but also to all of you, that in these incredib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everybody was able to put together such a fantastic evening. 我非常喜欢这个文化，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城，我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首演，我也非常了不起的首演宴。I'd love to see more clapping and less cameras, but everything else I think is great.就像刚才都那个说的，我们经历了很多疯狂的时刻，一直我们都坚持的，所以能够有今天晚上的奇迹在大家面前，非常感谢来试试。下面我得主要得感谢一下我们今天因为疫情没有能够来到现场的各位主创。首先是我们选择英国的编剧迪克迪尔先生，然后是我们英皇导演多姆尼克。也是我们今天女人形成配音，欢迎老师。也是我们的作曲魏谋先生，我们的舞美设计沈丽老师，灯光设计韩豪老师，音响设计李晨老师，服装及造型设计东方老师，还有大家今天都看到了我们大龙。海伦凯西女士，高级副总监是我们的中国剧本翻译邵小伟老师，以及我们还要感谢我们出品方大麦奶奶、澳洲人文化以及联合出品方 STE 创作中心、复兴全亚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澳洲人文化、大麦当然有戏，以及我们的出品人。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副总裁、大麦总裁李杰先生，以及联合出品人，也是我们这个戏的制作人李同舟先生、赵明宇，还有就是一直为我们这个戏付出了很多的，在台前幕后的、在前的和在后的这些兄弟姐妹。最要感谢的是，今天晚上来自每一个地方的你们，谢谢。Thank you.
大家一下，我们一起拍张照片，来，上来。